我们公司在9月的时候突然无预警关门了，10月9号的时候协调完了之后，他就突然之间就公布说叫我们全部调太平店，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自动离职。万家福现在的状况是已经不是不需要我们这些员工调店，其实他叫我们调店其实只是啊哈规避这个很浪费的那方式而已。在台中法律的程序我们走过了没？有没有去调解？有没有效？没效。万家福是全省的连锁加盟店，连锁店台北也有店，新竹也有店，丰原也有店，它不单单只是台中的事情而已。卖场倒店，卖场倒店，劳工倒霉，劳工倒霉，黑心万家福，黑心万家福，还我之前费，还我之前费，黄文成，黄文成，出面解决，出面解决，黄文成，黄文成，出面解决，出面解决，卢主委，帮帮台中人，帮帮台中人，卢主委，卢主委，帮帮台中人，帮帮台中人，卢主委，卢主委，帮帮台中人，帮帮台中人。拥有万家福的元邦集团的董事长叫黄文成，今天他积欠我们多少之前费？不过700万左右而已。我告诉大家，元邦集团这间集团有多大呢？他自己的网站写得非常清楚，他是一间建设公司，每年在全台湾各地有30亿元的建案。我是0857啊，0857啊，还有一个台北，那天三个人来下来调解，他怎么讲的？那个调解委员是那个人说你们弄的。到最后没办法，就是要相告。其中有一个怎么讲？相告，我们总裁不在相告，结果我们总裁就要辞职。你看讲这个话，你看就是要看你们这些乡下人哦，给你马虎掉了。那我们这些，我们上个是骑那个50cc 的，骑到太平18公里呢。我那个50cc 哦，骑到半路哦。骑不动了，你看，他要轮早晚班，早晚班，我们做到10点半下班回到家里，他以前要关的时候，你就中午下来，你来说我们，我都说啊要去，我不要去，要考虑对。他没有，但是他那天的最后在调停那一次，他用一个官文啊，我今天没有带来，他用一个官文下来说，叫我们过去啦，通通排早班啦。3个月吼、哦，给你们去适应了，通通排早班了。早班了有的是会8点半也可以的，啊9点也可以的。啊，他那的公文他是得9点上到，可能上到5点的这样子。